己去買180元左右，係咪？係。你又計錯數。264。係。264元係咪？係。嗱咁樣。口算計錯咗，唔好意思啊。今日我亦都唔廢話啦，我講咗全場五折係咪？係。想要五折嘅，直接將五折兩個字溝佢曬。五折兩個字溝出嚟啦！今日只要想要五折嘅老細，直接溝五折兩個字。今日只要溝咗五折兩個字嘅，唔廢話，唔浪費大家時間，話鋪勁嘢俾大家，要唔要？要。今日264，五折就130元係咪？係啊。今日直接129.99，九碗俾大家喂到11元、12元一碗，系咪？系。然后我讲嘅玩个劲嘢，玩铺大嘢，系。点样劲法系咪？嗯。129.99。129.99。今日6碗嘅花胶粥，3碗嘅燕窝粥，我要你哋食花胶食燕窝，129.99。想唔想要？玩大佢。想要玩大佢，将个大字扣晒。大字扣出嚟啊！今日。我五折又五折，要唔要？要。129.99，今日再嚟一個五折，69.99。69.99啊！折石哥，冇錯。折上折，今日食個覺得好食嘅，翻嚟俾嘉嘉、俾欣欣一個好評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嘅，將個好字扣起身。好字扣出嚟啊！我嚟噶啦喎，我話俾你知，呢一個我上50單，但係肯定會有人一個人拍2單、3單、4單。所以50單拼手速 ，O 唔 OK？ OK。今日只要你願意翻嚟一個好評，俾我一個好評嘅，我今日69.99係嘛？同我減多20元。仲減20元啊？即係49.99，九碗到手圍到5.50元一碗。冇錯啊！5.50元。5.50元。50單準備咯喎！準備上。係曬嘅啦，曬冇錯喎，成5.50元俾到大家。5.50元放緊物袋入。49.99除以九係嘛？49.99。係啊，大就唔準。49.99除以九。5.50元。3碗我哋禮物翻，平我哋3.50元。係平我哋9.3元呢個真係。相對大件我哋有花膠啦，所以拍到大家仲有3碗嘅燕窩粥俾埋大家搶曬啦。搶完啦！